嗨嗨，嗨嗨，就这个哦， oh, 好吧。它白色的是连在衣服上的。哦、oh, ，好吧。但是超级无敌没有杀伤力的感觉。看起来无敌超级无敌和蔼可亲的鬼。嗨嗨，嗨嗨，嗨嗨的啊，感觉可以用口红画个爱心。嗨嗨。这样有邪恶感吗？我变成迷路了。恶鬼比较像装潢作家，谢谢。万圣节快乐，谢谢家居的生日蜡烛。家居怎么会来，怎么这么难得。邪恶又邪又恶，谢谢夜风明月的梦幻金鱼。我们今天要第八度，谢谢婆婆的一颗星。第八度，嗯，耶、yeah ！谢谢阿荣的梦幻金鱼，金鱼。谢谢奥比王的生日蜡烛，谢谢夜风明月的海洋之心。真是邪恶的邪恶的邪恶的邪恶。谢谢勇的鬼画符，谢谢伟的鬼画符，谢谢欢乐的鬼画符。翻阅，放音乐，我来想想要放什么音乐。啊谢谢小杰的鬼画符，这套主题是，我原本想要扮一只凶狠的猫咪，但我发现我没有黑色的耳朵的万圣节打扮。万圣节打扮 ，This is Halloween。谢谢哦，谢谢竹轮的海洋之心，谢谢。谢谢阿 Kia 的 Pocket， 早安。菱角多久没有打扫了？长灰尘了。谢谢 Mark 的生日蜡烛，有眼线画出去了，嘴变成可爱的猫咪了。我刚画超久的，因为我直线一直画不好。你们看这里还有一只蜘蛛，因为今天应该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天灵。怎么有人把可爱的可怕的节日画成可爱？没有，我原本想要画的很可怕。谢谢嘉宏的鬼画符，鱼尾巴当然不是。谢谢嘉宏的鬼画符，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，谢谢刚刚的生日蜡烛，我想放音乐。
但我不知道放什么。嗯，实力不允许。今天是直播粉丝生日，坏坏坏坏坏坏坏，居然有广告，好吧，我还是得去拿。我是可怕的，可怕的猫咪。谢谢看你的天蝎座会员票，谢谢谢谢看你，嗨嗨侯影，谢谢卡米的猪猪你哦，谢谢看你的小号角，好可怕，有点被走才没有嘞，谢谢看你的会员票，我不在身边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别再如此伤悲。谢谢光太的天蝎会员票，我是不是应该画一只蝎子啊？但我不会画，带很大袋子去装吗？不用。谢谢光太的天蝎会员票。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，毒蝎美人。对啊，眼线笔画的，空手去即可吗？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带个送我的礼物。谢谢勇的会员票。我今天还用特别深色的眼影耶，谢谢荣哥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，体重计。哦，幽灵，谢谢一山俊的会员票，蓝骨头，带大袋子装周边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对啊，不用，等一下，我只是念，对，不用，不用带大袋子，有背袋子，有背袋子。除非你可能大量到需要拿批发袋之类的。对，有给大家包装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带袋子。我已经蜕变。谢谢草莓酱的海洋之心，谢谢，请举例大量。嗯，大量就大概就是你包了我的整年营业额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一点点伤口却无限在蔓延，是一无心睡眠，这夜带走流泪。不要再问了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好吗？也差没几天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大家可以不用带袋子来装，我已经就是对我就提示到这边，到时候剩下的请大家当场再来期待。袋子装得下你吗？大概装不下，装回去就是你老婆就生气了。终于可以改游记，千万不要这样好吗？没有办法改哦。空手去我怎么拿？你可以带着礼物，就不是空手来了。将你包围，哎呀，收红包也可以，呵呵，那个设置一个收礼处。忘了伤悲，装好了衣服，现在拆开装周边，笑死。冷一点点，啊，鬼遮眼。谢谢阿抓的可爱鬼抱，我被鬼遮眼了。说的再见，
八字跟头发可以吗？请你出去，请你出去。穿少一点穿直接套生日 T， 可以去换啊。我看起来是像是个怕老婆的人吗？就是啊，你就是，你就是，不是吗？我要去拿我的手机，等我一下。谢谢苍苍的生日蜡烛哦，我已经可以开始送生日的礼物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哦，我是，对不起，等一下我去拿个手机。哭一回，每当你痛到心碎，请大声喊我宝贝。我11月5号没排直播哎，忘记了。忘记了，谢谢博成的糖果炸弹，哇，我忘记了，哇，好蠢哦，我忘记排直播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在发那个那叫什么那个生日的，啊不，我要发直播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晚了，然后是这个礼拜了，对啊。我忘记了，我完全大忘特忘，然后你们讲我才发现我生日没有排直播哎、欸，没有没有哦，超北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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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我完全忘记哎、欸，有要加吗？我看看时间，我再来那个，再来决定。没有，哎、欸，你们没有讲的话，我可能到当天才会想起来。我可能就会当天忙完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是不是没有直播啊？对，没有直播。好蠢哦，好蠢，真的好蠢哦。真的好蠢哦！你当天去玩了，突袭开播，一般都会认为你要去庆祝吧？哦，对，但我真的是忘记了。跨越梦境，想永久一次，哭一回。谢谢 CKU 的可爱鬼抱，谢谢。你现弄的日期是不是打错了？员工，对不起啦。今天的现弄是员工发的。员工，你还在过两天前是不是？你也没发现吧？不是啊，我就很信任你啊。检查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看一眼而已。员工，强哦！哦，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，谢谢谢谢阿抓，谢谢阿抓，耶！呜。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，开灯了，太厉害了！谢谢阿抓，嘿嘿嘿，谢谢抓坑坑，谢谢小皮皮的生日蜡烛。谢谢大家，没有，就是我想说啊，这周应该没有要干嘛，所以就先不那个了。检查自己美不美，我就哦，看一下，我根本没有认真看日期跟时间。半价才开灯，可恶！笑死！
跨越梦境相拥就一次，哭一回，每当你痛到心碎，请大声喊我宝贝，我就会乘风而来将你包围，用各式温柔抚慰，亲吻着你的眼泪，希望你忘了伤悲。噔噔噔噔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，伤口却无限。谢谢 Popo 的会员票，在蔓延。时空的泡沫，哎，怎么唱啊？空的泡，时空的泡沫线，无法重新归位。哎，大家不要那个呼朋引伴来参加生日会。哦，我看到今天一堆压线仔哦，你们这群人，一堆压线仔哦。给我买到最后一颗的压线仔，谢谢嘉宏的生日蜡烛。对啊，他有压线仔，你看看你们谁讲话的人啊，没朋友。好，去拿个那个。只有两个颜色吗？好的，快搬到那边。有，我拿了。嘿，现在讲话的都是压线仔。我在想删掉短头了，为什么？不要删啊！你不再需要我。不会特地检查地单，但我会看有没有压线仔啊。谢谢小杰的鬼画符，声音变得更好了，真的吗？哈，我来看看谁压线呢、啊？哇！哟，我很好，我只是喜欢尖叫。毕竟我们的偶像也是压线仔嘛。早知道压了，不要压啊！干嘛压？因为爱心是歪歪的。对啊，因为我直接用口红画，所以画不准。跟你人一样。你不是你是超有线。他是要不要压线？我在写板板哦。念本名我们就不知道他是谁，也是。有些常看到啊。伪装自己。好，九月十月大家可以来报上名。走远了，你不再需要我。谢谢国庆假日生日蜡烛。无可奈何。哇！谢谢阿抓的科学怪人。例如谁的本名很好记？我干嘛跟你们说？好，来咯，大家可以自己先聊天一下，因为我要写要一点时间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直播生日会也是不错，就是一些不太常出现的粉丝就会一起来过生日。谢谢凌伦的梦幻金鱼。
底裤里。一直送到身上就不用化妆了，可惜金钱，笑死。不会啦，这样画也很可爱啊，是不是？自己先聊天啊，你好，之前我是过来看看的人。你这样就太生疏了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。还有没有？九月、十月生日的大啊，大啊。写字也可以这么疗愈，什么疗愈？哈哈小说，哈哈我不爱睡觉，但是我很爱睡觉哎。点点雨滴敲打着心，沿着思念渐渐透明，和你的那些曾经。是否伸手就能抓紧？有没有生日的人呢？今天是万圣节装扮。泪雨残留，冰若小溪。衣服喷，食物喷到衣服，好哦，好哦。仍会期待，偶然发。南方的雪还拥有的回忆。点进来被漂亮到，什么被漂亮到？就没有我没有扮其他角色啊，我就是扮演我自己。哩哩哩，我在这里。今天是不是很少？是不是九月十月很少人啊？是不是四八四？是吧？是粉红粒，粉红粒头。幸福早已不在附近，真的是耳朵。耶！的像一场梦境。关系者先不写了，先写粉丝，先写粉丝。画成鬼，我要来画可爱的鬼了啊！不可爱了，孤单的你，哦，唱错了，你模糊的背影。爱睡鬼，好的，我来写一下，等我哦。幽灵宝宝，你不只喜欢幽灵宝宝吧？我再帮你画一只那个蓝色的小熊。Crystal, Crystal, 幽灵幽灵幽灵幽。哎，我的猫尾一直掉。请喜欢我好吗？我艺人团体没有啦。好耶，好耶，他没有手手，突然想。不许胡说，就是喜欢你。那我就相信你一下。团名叫啥？团
他名叫啥？李弟弟与他的堂堂们。被幽灵抓走也是合理的。哦，艺人团体。那有没有那那个主题曲是什么？串兵进行曲吗？串串串串串串，你要加什么料？红豆，大红豆，芋头。串串串串串，上次对啊，帮擅自帮你们出道。李丽丽与她的堂堂们，首张单曲。老，我就老啊。最后要分离，老丽丽。老莉莉是个老莉莉，是的话说出来伤心。乱凑 ，Yeah， Yeah， 加油！林果、西兰、雨南、祥伟、雨恩、演员 AD、阿荣、回回。大家今天有什么就是计划吗？有点可爱的那位，大家今天有去变装去路上走走吗？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很就是很变装，就是一直以来我都很少参与变装这个就很少参与万圣节，然后也很少去变装。扮穷鬼，哎、欸，你跟我扮一样的耶，我也是扮穷。今天直播马拉松，真的假的？头发要变得更白算吗？怎么说？变得更白？那你是扮演什么？老年的猴子吗？对啊，可是猴子老了也不是白发。猴子老了还是咖啡色的，我要现在用过没化妆，没事啦，我也素颜一整天。我刚刚说还是我今天就不要化妆这样，变装成上班。谢谢中影的海洋之心，谢谢。机会告诉等待晴天却下一场雨，谢谢庄颖的海洋之心。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送生日的礼物了？所以大家才一直送海洋之心。iPhone 会不会无法解锁？万圣节对啊，那我今天应该素颜了。谢谢光泰的海洋之心。火锅店只要变装就可以走，哪里？哪里？我想去吃。我也学习的哦。万圣节，可我每次看到人家是很认真的打扮，我都觉得很佩服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偏懒的人，然后看到大家这么认真的变装，就是。变装上街去走走，我就觉得很酷。好，但我前几年有万圣节那一天去迪士尼，然后大家都会穿那个公主的衣服。十月我好像该出生了，终于吗？终于吗？现在才要浮上水面吗？现在才要浮上水面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不可以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生日的人？给我醋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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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看别人变装就够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有啊，我有扮过女巫。谢谢抓肯的星星玫瑰，谢谢阿抓，谢谢阿抓的星星玫瑰。新型病毒，新型地毒，
所以我去练习的时候被划过。你什么时候要发糖给我？我在这里就是发糖了。哦，就飘嘞，现在就飘嘞。谢谢阿抓的星星玫瑰，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哦，因为现在留言有飘屏。哦，我的生日祝福提高到 level 1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到 level 5吗？怎么有草地？因为我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嘉宏的海洋之心，尊嘟爪嘟，万圣节快乐！未来想你独自面对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已经蜕变，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，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。五集很惊人，五集是怎样？我其实没有看，我只有看它分成五集而已。谢谢大饼的缘分相遇，大家可以赶快呼朋引伴，9月10月生日，大家可以赶快来。官方红包哦，所以我现在只有在发官方红包，是不是？一次安慰是绿色的，对呀、啊，是绿色的。不知道这次会就是几等，太阳热带雨。面对面，哦，发完了，怎么那么快？五级超可怕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刚刚没有认真看那个。谢谢薄外的一颗星，我要开始吃土。五级是怎样？100祝福，100哦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，那我五级太难了，五级太难了吧？谢谢渔翁得利的生日蜡烛，对啊，太多了吧？五级也太难了吧？我原本以为它是一祝福等于什么一浪花还是半浪花之类的。千缕微风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。谢谢沙鲁的生日蜡烛，谢谢宝瓦的海洋之心，谢谢，谢谢大饼的天蝎座会员票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我不是画了那个腮，就是那个爱心吗？我现在脸很痒，有点母汤。要拜拜，你要去哪里？不可以跑走啊，好痒哦，我的脸。谢谢大饼的会员票。好痒啊！差一点掉好了，太痒了。好一点，我先把它擦掉。哭一回，生日前没有来，没有吧？应该，我也不知道，不一定。希望可以再多排几天啦，但会这一周会比较少排，主要是因为怕做不完。自己的嘴唇怪不了谁吧？妆卸妆卸完真的是万圣节了。谢谢招财喵喵的生日蜡烛，不要直接挑战素颜，到时候害我被强制关播，太吓人了。这里人很多了吧？呀，好痛，我弄到脚脚了。大家赶快休九，不然9月10月有点太少人了。一句不想说的再见，有滤镜看不出来。你说看不出来素颜的可怕吗？我今天有画睫毛我今天很认真。哼。有睫毛。身边快冒一下，有车哦，谢谢林果的小小帝王阵，哦哦，哇，谢谢林果，谢谢林果的小小帝王阵，哦，谢谢林果果，谢谢林果，
谢谢。6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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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对了，再提醒一下，就是那时候到十月的时候有跟大家承诺过，就是前三名会有小礼物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会依照着就是前三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样。肩膀上为我，谁收到小小帝王珍宝库？谢谢林果刚刚的小小帝王证，谢谢弟子的生日蜡烛，现在庆祝九月跟十月的。遇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保留着的空位。先感谢九月、十月生日包，好啊！谢谢林果刚刚的小小帝王证，耶、yeah ！开心开心，九月十月，谢谢。哎，等下我没看到，等我打完了就十月生日报上名来，成为纪念。当年王小月没有啊，这个月就开始了，好像是九月。好啊，等下帮你写。谢谢刚刚的生日蜡烛。当我说出来的那一刻，就没有下个月这件事了吧？谢谢北边的分享，谢谢刚刚的好多生日蜡烛。九月、十月，等我来写一下哦。九月。谢谢 Gordon 的生日蜡烛。谢谢大饼的平安符。祝人嘿，好，一份绝对。还不用理我，要站理一下。OK，大家可以去求救自己的那个饭圈朋友们来参加一下生日会。我十月好，我来学了。哇，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，谢谢阿抓，十月好，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。曾经之后，每一天，每一夜，每一年，嘿，都心甘情愿，耶、yeah ！谢谢婆婆的幻彩炫彩水母，谢谢婆婆。哦，我的那个贴纸好凶哦，好怕！九月、十月、十日报上名来，谢谢婆婆的好多幻彩水母，谢谢阿抓的僵尸熊抱。谢谢婆婆的炫彩水母，谢谢，好多炫彩水母。天空有点，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。蓝天，谢谢婆婆的炫彩水母。报上名，换行来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的是，它是全部一整行一起哇！谢谢婆婆的海豚守护，邻居真笨蛋。
我朋友分析你十月生日，我们要写粉丝们，他如果成为我的粉丝的话，那可以。谢谢泡泡也海豚的守护，谢谢伯君的生日蜡烛，面面的熊抱直接勒住脖子，我接受面面本人的熊抱。谢谢阿抓的银色会员票，谢谢阿抓。想念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咦，谢谢泡泡，咦。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嗨嗨 Anne， 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大家可以赶快呼朋引伴来参加弟弟的九月十月粉丝直播粉丝生日会。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这个生日会办多久了？谢谢悠如的生日蜡烛，谢谢嘉恒的好多生日蜡烛，谢谢泡泡的美人鱼。吃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。谢谢阿抓的水晶四叶草，谢谢阿抓，谢谢泡泡的美人鱼。洒满你的心碎。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谢谢悠如的生日蜡烛，谢谢四号的水晶四叶草。嗨嗨，圆滚滚，四年多，我办这个办这么久了。真的很不知不觉，那一夜都恍如昨天，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，你让我失眠。谢谢泡泡的美人鱼，是他特效还没跑完，还是我当掉了？我完全看不到留言啊！是应该送22根，可以啊，22岁，22根。哦，没有坏掉，没有坏掉，吓死我了！谢谢阿抓的一颗星，谢谢婆婆的海豚的守护。我刚以为我手机坏掉，吓死！刚开始直播开始到现在，那我也是蛮坚持蛮久的。谢谢卡米的生日蜡烛，我叫我朋友蔡面面过来。好，这个朋友可以。谢谢婆婆的海豚的守护。要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想知道我自己办了几次啊？这可以很久，对啊，帮大家庆生就是觉得很棒。两个月一次，两个月就要胖一次，因为蛋糕所以胖胖。那我们55分开始拿蛋糕，准备吹蜡烛。那我们55分拿蛋糕，9点吹蜡烛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周琦跟同一方面对墙一样，笑死！你说双数月月底吗？是吹蛋糕，对啊，吹蛋糕。恢复炸厨房，那炸厨房其实有点麻烦，炸厨房偏麻烦。呀，不是，有自肥时间哪有？现在的我和他一样的傻，一直都很晴朗，少了一些飘荡。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光泰，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耶，嗯耶，谢谢四号的一颗星。自肥，对，我读自肥可以吗？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他是那个是积分是不是？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林果的冲浪失败，谁不知道是我们？谢谢 Popo 的梦幻金鱼，我来看一下，哎哦，这边看不到那个，可恶，看不到活动。
谢谢婆婆的梦幻金鱼，切蜡烛，切，吹蜡烛，切蛋糕，吹蛋糕，切蜡烛，切蜡烛喽，切蜡烛喽。这贴纸这样，九月、十月的是听到了没？报上名来啦，派啦！谢谢思豪的行李箱，谢谢。飘到无力的蓝色调，谢谢婆婆的梦幻金鱼超盘，报上名来啦！吃剩下时还会不交旁人，真的，那就是幸福的负担吧。多年后不再习惯，买几包打几下元气。那个摸鱼一下是吗？是摸鱼一下的很多，那叫什么？很多那个礼物的那个是摸鱼的那个吗？奶凶奶凶的，可是林果是奶昔奶昔。对不起，谢谢婆婆的海洋之心。他会不会走心啊？会不会呛你，然后你就难过就走心？在心中摇晃，让你要想不想，要断不断。谢谢婆婆的海洋之心。会不会呛一呛你就走心啊？太可怕了，觉得担心。谢谢婆婆的海洋之心。我在看那个比赛规则。是勇敢还是笨蛋？走到心里，真的想想的，当然啊，一定要的吧。我想看我有没有上榜，那因为我看不到，可恶。我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找，我看不到我第几名，感觉应该没上榜。哦，这个是不是分数都是很高的？对啊，感觉应该没上榜，对不对？就走到这，不呛我就走心。对啊，到底要不要呛啊？怕呛了又走心，不呛又感觉是后了点什么。噔噔噔噔。不熟还呛不起来呢，轻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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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艾迪鼠快点，你没有活动会算吗？会吧，还是会有那个啊。对啊，呛吧，呛了再安慰好像也不错。那哭泣到天色好红，温柔好浓，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。那不思议，那每日午茶是什么？提起你名字心还跳。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光泰。哦，谢谢光泰的海洋之灵火箭。是怎样可以得到那个海洋之灵火箭呢？谢谢光泰的好多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光泰。哦，好多只。谢谢光泰的好多海洋之灵火箭。谢谢哦，好多只。用海洋之灵火箭体验了什么叫做火箭连发。还有哎，我刚以为没了。谢谢光泰的好多海洋之灵火箭，谢谢光泰。糖糖怎么都好奇怪，数快点，不要让他拿奖品。鞭子跟糖果两个是一样，砸火箭真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于10月29当日累积100K，不思议。潜力星球，哎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这是贡献才有白兔先生哦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那哭泣到天色好红，温柔好浓，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。好难哦，200K、300K、400K，但好可爱哦。
900K 不思议才有徽章，看看就好。我就看看。哦，这是11月10号。哦哦，懂了。我去拿蛋糕。依然执着，大家等我，等我哦。我的手，就要飙高音！哦，谢谢光泰的希望号小火箭，谢谢光泰。好痛，拉链真的是放在地上的拉链，请你帮我拿走好吗？不然踩下去真的是会痛死。放在地上的拉链，在地上不是拉链。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，谢谢阿抓，谢谢抓坑坑哦。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，秀蹦秀蹦，蹦蹦蹦蹦蹦蹦蹦。谢谢阿抓，谢谢阿抓。想念去，心，好痛哦，超痛的。是我的胃痛吗？啊？是我的胃痛吗？不是。好痛，真的好痛，我到现在还在痛。一定要爱下去。啊！为什么插不下去？算了。东坡清醒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猜个九月、十月的人这么少吗？大家现在都不想来了吗？这次放哪里？真的好痛哦！没有，就是东西乱丢。啊！没关系，可以不用救我，但可以帮我拿去丢吗？啊，好。哎，啊，他怎么一半在外面？笑死！ありがとう。谢谢你。不能吃完了。啊，不能吃完，应该要把它吃完吧？为什么是不能吃完？你也要吃是不是？哦，我以为你是说就是要把它放着，但我想说要赶快把这个吃完。汤匙来着。我们家妈咪说还有我十月寿星，那我们就写一下妈咪吧。我当然记得啊，但我想说对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来写。我最亲爱的妈咪，妈咪
好啦，外婆也是，阿姨也是，外婆，阿姨，还有员工也是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我想说他们不是粉丝。好了，他们是我最大力的粉丝。好，我把它写上去。他们从我出生就是我粉丝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从我出生就是粉丝的，这些是不是要写在最前面？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。员工到底要写什么？写员工还是写布丁狗？还是写拉瑞？我写拉瑞好了。要不然你说你要写什么？好啊，布丁狗。OK， 员工没关系啊，强迫他成为我的粉丝。啊？九月、十月直播粉丝生日会，鼓掌鼓掌鼓掌，鼓掌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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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。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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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强制入粉。好，生日的有林国熙兰，看不到。雨南、祥伟、雨恩、燕燕、AD。但我刚才在想，我在写燕燕的时候，一直在想说是不是燕燕。然后阿荣、回回、鲁蛇、Gordon、燕燕、竹轮、右路、博君。对，博君，然后有布丁狗、妈咪、外婆，还有阿姨，对，他们都是十月超爆多人。哦，笑笑，好，我来补写一下，笑笑，笑笑。OK OK， 那再补念一下笑笑还有玄米耶、yeah。 好啦，那我们要唱名完毕，我们要来那个，要来点蜡烛。世界一直一直变，地球不停的转动，我们要点蜡烛咯。我从未退缩，谢谢大饼的海洋之心，吹蜡烛咯。诶，赖打这里。好，我们换个音乐。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。谢谢大饼的海洋之心，谢谢郭人的生日蜡烛，谢谢 Spray Ray 吗的生日蜡烛。好，生日歌，我想想看，感觉放一下老样子好了。乖，当时哦，那我再放回去。谢谢大饼的天蝎星座图，再放回去。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。好，我们要。为什么我没有点起来？我想听曾沛慈。星星不星谁星火星土星最深就是你设计滴滴答答的声音。哦，有了，好。
冷气，你把我的蜡烛吹熄了。你误会他了吧？是啊，是冷气吹的，因为我没有吹。哦呀，可以先帮我关掉吗？谢谢。把这个空气外面吧。指头还残留，怪我了，对，我就是怪你冷气。你好像说过，对啊，冷气，你今天生日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平常吹我蛋糕？这是我的蛋糕，冷气不是你的蛋糕。你蜡烛吹的比我还快是怎样？啊？来，我要来唱生日快乐歌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你生日你自己也来唱生日快乐歌，预备，开始。祝你生日，哎。都走跑了，员工，你自己的生日快乐歌自己唱哎，预备开始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九月、十月的粉丝还有亲友们生日快乐。林果西兰与南翔为宇恩演员 AD 阿荣回回鲁蛇 Gordon 演员竹轮优鲁博君笑笑玄米，然后还有布丁狗妈咪外婆跟阿姨生日快乐，希望大家的愿望里面都有我。好，你们可以开始许愿了，可以开始许愿了，希望你们的愿望里面也有我。懦弱，当我靠在你耳朵，只想轻轻对你说我的温柔，只想让你都拥有。大家许完愿了吗？今天怎么人很少嘞？许愿许愿，不停守候在你心门口。好了吗？大家许好愿了吗？谢谢林果的心形玫瑰，谢谢林果，谢谢，生日快乐啊 ，Happy Birthday， 九月生日仔，生日快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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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阿荣的生日蜡烛 ，OK 了，好的，大家都好了吗？谢谢优鲁的海洋之心，谢谢。谢谢哟，大家都好了吗？要吹蜡烛咯，都许好愿了齁。哦对了，哦这时候说生日快乐，大家快点，大家给你们说生日快乐的机会了，来生日快乐，有飘屏了可以生日快乐，耶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你们只有这个时候说生日快乐才有飘屏哎，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办生日，然后刚好又跟我的生日有重叠到，才有飘屏。生日快乐耶！祝九月、十月生日的大家生日快乐耶！希望大家，我帮你们许好了，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快乐快乐追星，快乐追李丽丽。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工作上面顺顺利利的，然后就是不要突然天外飞来很多工作，不要突然被老板说要加班，不要合作的厂商都能非常非常的顺利这样子。我帮你们各位许的愿望应该是很就是很贴切吧，然后就是各位学生就是的话就是遇到一个不会出很多作业的老师，然后段考题目不会太难这样。什么不要再没有袋子了，什么没有什么袋子，什么袋子偷走我的心，偷走我的心，这很贴切，没有，我帮你们许一许啊，因为你们又不许愿，我只好帮你们许愿。要蜡烛快烧了，没关系，现在都还有机会再回到
没有目标的翅膀。好啦，许完愿了吗？那我们要吹蛋糕咯。对啊，这个蜡烛很厉害，它非常就是非常坚强。每一道阳光，这些愿望好奢侈，对啊，所以它才叫做愿望。就不说我有个愿望许了好几年，从来没有实现过，太难过。好啦，那我吹蜡烛咯，大家一起。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耶！生日快乐，耶！呼！伟大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。李安安学画蜘蛛网，谁那么没有创意？那么啊，按到了，居然才看到了那个什么猫，跟我一样戴猫耳，他根本就学我吧，学我画蜘蛛网，要学我戴猫耳，来看一下，每一道阳光。不是，叫他赶快确认啦。不管我倔强，他为什么不跟我联播？不要，我要再约一次。接受。为什么连接超时？我要他跟大家说一下生日快乐。雪目光昂首飞翔，跟我联播快点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。为什么不接受？我嘛，哎呦，才刚开耶，没差啊，不然我要下了，快点啦，快点。不羡慕好，他直接按拒绝啊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都不要播啊，都不要播，下他下次找我连播我也不要播，没关系啊，就都这样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吧。他卡住了哦，他连了是不是？回来了，但我没有画面啊，我走心啊。他拒绝我的邀请，他断掉了。哦哦哦，直播时间断，他没让你挂，被他加班，他按同意就闪退。哦，不是我的锅吧？再试一次看看。
赶快接受我。郭金智呢？快点接受！哦哟，他接受了。封锁什么？哎，他唱他。叫我跟他一起，我都没有封锁哎，抱歉，那是他的锅，脾气太差了。算了算了，赶快换手机啦，通通封锁，人家女播就会跳掉。耶耶耶！我就是最讨厌的那种姐姐。耶、yeah ，好啦。那我们自己吃蛋糕吧，就不揪他一起吃蛋糕了。好，我让他加班了，笑死。德国金智男，好了，大家来，哪一边没有的奶油？一二，吃蛋糕。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生日快乐，跨热啊，跨热。嗯，哦，他人有偏咸嘞，有一点点咸咸。你在弄买手机没钱？这不是姐姐的，没关系啊。反正他本来就不把我当朋友。我有东西该吃，我帮你们吃啊。竟然进房间，没关系啊，你都睡地板啊，没事的，我很坚强。这是点心，很厚道啊，你没关系啊，人总是要解锁一些不一样的成就啊。大家差不多可以打内容哦，等一下来念榜了。如果高中社长，谢谢泡泡的希望号小火箭，谢谢。谢谢泡泡的希望号小火箭，谢谢泡泡的海洋之灵火箭。谢谢思豪的海洋之心。就这样睡地板没有啦，谢谢泡泡的海洋之心。弄内蛋不惜吃，哎呦，我蛋糕在漂移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吧。谢谢泡泡的火箭，谢谢泡泡的海洋之灵的火箭。好，不吃了。先这样，布丁狗，你可以先帮我拿出去吗？谢谢泡泡的希望号小火箭，本身蛋糕好吃吗？蛮不错的，它的奶油比较不腻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咸。你欠他一个道歉，没关系啦，姐妹相爱相杀，不用道歉也没事的啦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对，换布丁狗吃，那数据就没了吧。谢谢宝宝的带你去流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吃看他奶油是不是有一点点咸，还是我的错觉？奶油吗？嗯，还是蛋糕。哈，我不懂，算了，你等下再讲。谢谢汪汪的生日蜡烛。哦，有哎。对不对？
奶油有咸。要说我的舌头还是挺灵敏的，吃得出来。是我们在夜未左右，未左右，公公等待你，是我唯一的爱。好啦，要念榜喽，大家都打好了哦。提醒大家，今天是序群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请还没有到那个，到那个就是。那个5290的，大家要记得，要记得哟。家里工作会，希望你会当了解。哦，再来念一次好了。9月10日直播粉丝生日会，邻国西兰、雨南、祥维、雨恩、妍妍、AD、阿荣、回回、鲁蛇、Golden、妍妍、竹轮、优鲁、伯君、笑笑、玄米，还有布丁狗、妈咪、外婆跟阿姨，谢谢。祝大家生日快乐，快乐快乐，逞强，大家生日快乐，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可以顺顺利利，每天都有利利。会吗？成就那些让我为你存在吧。很抱歉赶期中考不能看直播，没事没事，期中考加油，考一个好成绩吧，可以的，帮你许了愿，考一个好成绩。好啦，念榜咯，念榜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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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第一名的邻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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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想当初我以为你是1月19生日的，真的是太好笑并且太丢脸了。生日快乐啦，希望接下来你也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不要向工作屈服，对，不要让工作累坏了身体，对，加油。谢谢第一名的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耶。Yeah。第二名是 Dragon， 谢谢 Dragon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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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可爱的小鬼啊，那你可以跟我鬼画连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话了。天气冷，注意保暖啊！是愉悦心情，生日会见，生日会见 ，Happy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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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。对，我会陪在你。生日会见，谢谢第二名的阿抓，谢谢抓坑坑。你也要注意保暖哦，保持一颗爱丽丽的心。我三不五时就要提醒你一下。谢谢第二名的抓坑，谢谢抓坑，谢谢第二名的抓坑。第三名是 Popo， 谢谢 Popo。噔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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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游戏上面的泡泡，谢谢。太黏人的小朋友，不会啊，狗狗那么可爱。大家是有养宠物的吗？还是大家是会怕宠物的吗？因为小时候曾经被狗追过，然后追到跌倒，然后我就超级无敌怕狗狗的。直到我就是直到我很长大之后，才比较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怕。不然我看到狗狗都离超级无敌远的。但猫咪好像原本就不太怕，可是我会怕被抓，所以我也手不会去摸。对，毕竟如果被抓了，就是会觉得哦，还是会痛的。谢谢第三名的泡泡，谢谢泡泡。第四名是 CKU， 谢谢 CKU， 谢谢 CKMK， 耶、yeah。CK 又没打内容，偷懒啊，放假吗？谢谢第四名的 CKU， 谢谢 CKMK， 谢谢 CKU， 谢谢第四名的 CKU。 第五名是嘉宏，谢谢嘉宏。第一次参加莉莉生日会，好期待，然后词穷了，不要紧张，没事的，我都在好吗？那些卡片在一起夸奖，好啊。那你拍一张，这次也只有我可以拍啦。对啊，毕竟主角就是我。谢谢嘉宏，谢谢第五名的嘉宏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宝瓦，谢谢宝瓦。宝瓦，你又没有改，你最近到底在干嘛？怎么都不改，改一下嘛，改个两句也好啊。好啦，谢谢第六名的宝瓦。拜托啦，改个几句跟我聊天嘛。谢谢第六名的宝瓦，谢谢宝瓦。第七名是大饼，谢谢大饼。都讲讲讲讲，先上来直播间，不会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没事。如果就是有空再来看看我的直播就好了，还是自己平常要做的事情要紧。开心与你分享，好诶、欸。到时等一下，要期待一下，可以留下很美好的回忆。我也希望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会好好吃饱穿暖睡好。谢谢第七名的大饼，谢谢大饼。第八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。你没有想法？为什么没有想法？哦，你按的影真的赞哦。哑巴，真心列车哈，很香是不是？很可爱是不是？谢谢第八名的四号，谢谢四号。第九名是优鲁，谢谢优鲁。诶，怎么当掉？三回一起庆生开心，每年有几个人年年赚大钱支持莉莉，祝大家赚大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大钱。对，然后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，想吃什么都可以吃。对，赚大钱的目的，想吃什么都可以吃，超级无敌。对，如何鉴定就是财富自由，可以吃想吃的东西，会不会那个要求太低了？就是对于自己能财富自由，就是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就是财富自由了。可是这个财富应该是肚子的那个富，小富的富，不是真正的财富。谢谢优鲁，谢谢第九名的优鲁，谢谢。第十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已经都接下来了，万圣节快乐 ，Happy Halloween，Halloween，Halloween，Happy Halloween。对啊，我很紧张又很期待生日会，对，我想要把它就是办好，对，所以。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期待一下。谢谢第十名的钟颖，谢谢钟颖。第十一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。莉莉万圣夜快乐，预祝生日会大成功，早点休息完。会的会的，一定会大成功的，哒哒哒，又回。谢谢光泰，谢谢。你要早点睡，早点休息哦。
谢谢第十一名的光太，谢谢光太。第十二名是朱伦，谢谢朱伦。只想悠闲的泡在关东煮汤里面，好什么好像怎么好像很素悉关东煮汤，我超喜欢喝关东煮汤的，你不觉得关东煮汤很好喝吗？就算它可能就是很咸，就是比较不健康，但它就是很好喝。谢谢第十二名的朱伦，谢谢朱伦。第十三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看到我就是在念书，不然就是在前往念书的路上。看到我就是在睡觉，不然就是在吃饭。我说我啦，谢谢草莓酱，谢谢第十三名的草莓酱。我就是除了睡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对，好废哦，但是好幸福哦，喜欢。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然后睡饱，睡醒吃，然后饱了就睡。谢谢第十三名的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第十四名是卡米，谢谢卡米。伊利可爱是怎么这么可爱？疯掉！哦，那你要一直觉得我很可爱啊，我要每天可爱你。超超超超，我真的会追到一个超好、哦。好，那我就是在生日会前每天，就是你都要再多一个超这样子，然后每天都超级爱。生日会见，生日会见，大家都很期待，我也很期待。对，我会好好努力，好好准备的。谢谢第十四名的卡米，第十五名是波琛，谢谢波琛。期待生日会，好的，请好好的期待。对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，希望我能做到了。谢谢第十五名的波琛，第十六名是刚刚，谢谢刚刚，谢谢刚刚，猫儿栗子好可爱，谢谢，耶、yeah. ，万圣节快乐 ，Happy Halloween， 喂喂喂喂喂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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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，我才刚来，耶，不耽误，不行啊，我也要跟你聊天呐。No human alone， 自己养自己。对，人家都问我说你会不会养宠物，然后我就会说我对宠物不排斥啊，前提是我要养得起我自己。哭啊！达标了可以私讯。对，达标的可以私讯那个私讯我的浪哦。过了，我可以再看一次啊。生日会见，不知不觉参加这么自己主办会很棒的，一定会的啦，会圆满，会啦，会，一定会，希望一定会顺顺利利的，嘿嘿，老珍宝了，你们这些，唉，去麦当劳薯条就来，庆生结束了吗？对啊，结束了。欸，我才刚来，都刚来是不是？自己都养不活了，他说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人家都问我说啊，那你喜欢宠物吗？就说我觉得很可爱啊。对，但我就怕我养不起他们。刚练完球而已，辛苦了。怎么没带上我？你们这群人，好意思在我直播间讲这些啊？真心列车是不是？啊，坦坑的大家都要离家出走，都要搬家，就是。好哦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在这里修旧，我才不会走心呢。看看可爱的影片，觉得很疗愈。你说宠物吗？好诶，好诶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出走一下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带我一起啊！
我哥很可爱，但我更可爱，所以不用。可爱，卡哇伊，等着列车出发。等列车只许上车，不许下车。你要上列车吗？我自己在我躺坑里面躺好就好了吧。反正大家都不喜欢，大家都不喜欢，大家都觉得看我看腻了，太难过了。看腻了，对啊，大家觉得没有新鲜感就不看了。我上车去验票的，上车验票，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的车票是前往唐坑，不是前往最新电视，请下车，下车。躺跟躺好好了，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些列车人员，你给我下车！栗子那么可爱，请问你的那是哪一个那呢？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耶！到时候见啦、yeah、现在都这样抽，嗯，那哦自动选择笑死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奶奶，拜拜，耶、yeah。